你心里有太多的挂碍了吧，七上八下的，对不对？分财产的时候，财产也不容易空啊。你真正如果财产能空的话，你就会布施给慈善事业或供养三宝啊，对不对？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无忧恐怖啊，远离颠倒梦想。你为什么很苦？胡思乱想嘛。所以其实空心的教法，它有很多方法。至于说照见五蕴皆空啊，你必须要修到第四个阶段，请看幻灯片，心不受外境干扰，你才能够讲到照见五蕴皆空。所以你第一个先要明了事实的真相，第二个要控制自己的心，第三要常常的忏悔，以普贤十大愿来转化你自己的心。最后，慢慢的禅坐，慢慢的修持，经过10年、20年、30年鼓励，你的心慢慢宁静了，不受外境的干扰，那就恭喜你，你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就会显现。好，在这里我举了一个例子，请看第二，控制你的心，比如说制造武器。各位，全世界都知道，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在保护自己的人民。可是你会发现，现在全世界，当你看电视或报章杂志，全世界都有很多可怜的人，对不对？我们发觉，可怜的人永远救不完，对不对？落后的第三世界的国家，有单亲家庭，可能新加坡还很有福报，没有孤儿院。啊，我们其他国家有孤儿院、育幼院、养老院，对不对？我们全世界都有很多很多的救不完的苦难众生，但是你很不幸的也发现，全世界有很多政客都在卖武器、卖军火，甚至呢想尽各种办法都骗钱。那请问，好，核子武器可以制造战争啊，伤害很多人。好，各位看屋顶，这些电从哪里来？电由水力发电、火力发电、柴油发电，现在全世界都要电。全世界24小时都在上电脑，那这些电从哪里来？核能发电厂，核子微粒子一爆炸的时候，在一个环境里，它会产生最大的能量。所以日本现在最不幸的是，第一个跟第三个，好，听说第四个核炉了都爆炸了。你看，核能发电厂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了害了多少的人，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聪明的人心不好，拿去武器是赚钱啊。所以假如你不控制你自己的心的话，任何坏事都会做得出来的。所以佛教为什么一直讲根本要控制你的心，控制你的心。再讲的根本一点，你会说，师父，请问这个地震啊、海啸啊怎么来呢？来自于众生的恶念很多。我不否认，你要用科学的辩论，你会说有大气层，有很多层，臭氧层，可是那只是外在的现象。那为什么没有人解释啊？为什么突然这个地方有海啸呢？众生的恶念很多，造的恶业很多，了解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很担心给浪的。真的，从佛法角度来，师父每天也在祈愿。虽然新加坡有新加坡政府的建设，我制度我很尊重，师父没有意见。可是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宗教团体，为什么？土地便宜啊。可是这个地方的众生啊，其实是很苦，造的恶业是最深的。可是我们平常大家都不喜欢去讲，可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讲，你得先控制自己的心念，这样子你才会能够有资格修空性的教法。因为其他的东西呢，都一直像石头压草，烦恼是还没有断。当你了悟空性的教法，就像文殊菩萨的智慧一见啊，轮回的根啊，你可以斩断，你就能够出轮回了。了解吗？所以下面三解脱门就是讲空性的教法。我想时间有限，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希望各位呢，哎，苦口婆心的先接受师父的建议，看先学什么是三归五戒，什么叫归命三宝，什么叫出离心，什么叫菩提心，什么叫大悲心，什么叫大愿力。所以门口有 Part 2跟 Part 3的 DVD， 请你回去好好看。六度波罗蜜你都修得不圆满的话，你很难讲你会修空性的。
知道吗？学习佛法踏实一点，空的确是佛教跟外道不共的地方，不过学空性的教法要 step by step。 那在新加坡很多的讲经我都有讲，讲到比较多的是空性教法，我可以推荐各位到普济寺去请文殊菩萨十大愿，现在 DVD 免费已经流通了，那里面我就有讲 一部分的空性。下次的讲座那就看海印古寺，接下来海印古寺呢会有很多的建设，听说明年也有华严法会，那这边光明金光明塔旁边有建设，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正法的道场是要大家一起护持的。好，这次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哦，对，还要有发愿回向，对不对？请看102页。好，今天是讲座最后一天，我们一起效法释迦牟尼佛发的《月藏经吉祥发愿文》。不管你学南传、北传、藏传的佛法，你不要忘了要报恩，报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恩。就算你念药师佛、大悲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或阿弥陀佛的圣号，这个也是释迦牟尼佛亲自为我们宣说的教法。假如人忘记了根本的话，那所有都不可能发展成就的。所以我们要像释迦如来一样发六度波罗蜜的这个大愿，这个月藏吉祥发愿文非常好，你能够天天念也很好，不能的话初一跟十五在家自己念也会很好。好，请合掌跟着一起唱。我悉心不行，度众生不舍己，自身临发求之然，我悉舍身命救之然，为闻菩提故，大圣智悲愁重重苦，临发救之救之然。
我修禅解脱，我有些话要说。好，这次的法会六天圆满了。首先各位手上应该有一本商业经社手册，有没有？一入场，这是昨天空运才刚刚到的，是今年做菩提迦耶的法语，这是我今天送给各位的所有礼物啊，希望你珍惜。第二个，在这个没有人可以请举手，义工人员会给你，好不好？不要讲话，举手就可以，他会发给你。好，因为有些莲友是晚一点到。第二个，成就一个法会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辛苦，感恩不是只有嘴巴而已。我看到有些佛教徒很喜欢写长慈济的，哦，感恩啦。那嘴巴讲一讲，心里根本是不要感谢人家。其实要办一个法会是真的很辛苦，所以我首先我要感谢三宝，让我没有障碍，我也要感谢父母，我的老师教育我，我也要感谢我自己。啊，其实这几天我也有一点点感冒，不过我还是很高兴的，哎，也把所有的经都讲完。是，正式呢，我也要正式的感谢海印古寺的住持，还有法师，还有所有义工菩萨不疲不怨的呢无所求的奉献，我们应该给他热烈的掌声吧，谢谢他们。很多的义工其实他白天都还要工作，当你还没有来的时候呢，哎，他礼拜六礼拜天呢就来这边彩排，很多的义工来帮忙排椅子，很多的老菩萨在厨房里面切菜切菜，就是希望呢来听经的人都能够生欢喜心。所以其实我们的感恩要从内心里，而且要珍惜，所有要有很多很多的条件才能够成就法会。假如这大殿呢突然停电的话，那电脑不能用的话，那我们也没办法上课，对不对？最后当然很多莲友现在在社会里面工作都很辛苦，在辛苦当中你还愿意来听闻佛法，其实师父真的非常内心真诚的感谢你。因为你本来是可以陪家人去看电影的，
你陪家人可以去逛街的，可是你却有智慧的选择来听闻佛法。假如没有你，那我只好对着柱子讲经啊，对不对？刚好四个柱子，像四大天王一样对他讲啊。而四大天王是不用听我说了，因为四大天王都听佛陀说法，所以没有你的参与，其实这个法会也真的很难成就。其实佛教徒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在家出家要同共发心，所以我们也给你自己热烈的掌声吧，好不好？好，最后我还是公开呼吁啊，我们是要做地球村。我们观世音菩萨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过几天就去马来西亚 JB 弘法了，也是一场一场的演讲。四月底我还会回新加坡，详细的请看桑杰精舍的网站。可是我念念都会为日本、为地球、为所有众生都祈福，所以希望每个莲友，不管你啊做多少的功课。念佛也好，念咒也好，诵经也好，做功德，希望你要记得要有观想力、发愿力。假如东南亚有灾难的话，我想你也不会很开心啊，对不对？假如呢灾难和所谓的核子辐射呢泛沫就是说传就是蔓延到东南亚的话，我想我们在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朋友，那我们也会很难过的，对不对？像现在台湾跟香港也很紧张啊，好，所以不要害怕， don't panic， 心不要慌，可是要有智慧，有警觉。所以希望每天你们能够做功德、做功课的时候，真的要相信佛法的力量，要回向仰仗大悲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的力量。我们希望往生的人能够抬升投胎，或升到任何一个佛国土。假如他活下来的人，希望他勇敢地活下去。我们都是地球一家人，了解吗？好，最后，至于下一次讲座是什么时间，因为海英古寺的活动很多，那就请看他们的公告。好，所有的讲座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感恩法师诲人不倦地为我们说法，让我们领受有次第地闻法的喜悦。让我们以感恩的掌声再次赞叹法师的慈悲开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祝法师法体安康，众生的慧命还得要法师给我们提点啊。我们先请法师到韦陀殿稍息，请全体起立，对面站，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
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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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请向上面向佛陀，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发无上心。问讯。自皈依法，自皈依法，当愿众生，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慧如海。问讯。自皈依僧，自皈依僧，当愿众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同理大众，一切无碍。问讯。这一次的讲座到此圆满，祝大家身体健康，法喜充满，请对面站，出班，晚安。